好，声音会太大声吗？那个副新品声音会太大声吗？请留个言呐、啊。我们可能要整个哦，等等等。好，没关系，没关系，我转这边就好。这个声音会太大声吗？这个看一下，转，声音会太大声吗？这个留个言。
声音会太大声吗？有听到声音吗？现在那个分贝应该蛮高的。直播，你看一下现在直播间长怎样？吴清平留言，我要断网，等等上线。大家现在都网络不佳，是不是？他现在都网络不佳。好，好。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学长，我们 delay， 我们 delay， 加一的说 delay，delay，delay， 先喊 delay，delay 啊。底类，上线了，上线了。见了，现在是。如果我们学长，我的学长还没来。他是反过来的。是吧？对。等一下，那我的箭头回来没？在那边，回来了，回来吧。你是在这方向。对。哇哦。可是回来了吧？从哪搬出来的？我镜头，我的镜头回来了吗？你在那里啊？你是？没有，没错，是在那边，是在那边，没错，没错。现在串流速率较低啊，37。红字啊，这个列红字。洪博林等一下要来啊，等他来。真的。对。我们好像没有讲过话吧？好，好，良好。这个，证明你家的 Y 的频宽是多少了？下面还有那个。对啊，密密麻麻。而且他Tino有一个，他Tino有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功能就是你手机可以控，你手机可以控，对对对，就是手机可以有。这边手机可以用，好，可以，等一下哈，好，非常好，好，这个偷看那个，对啊，偷看那个，好。办我们现在那个好，我们第一次对他状况不利，
群里认识张明翰吗？张。现在到底是什么？现在又起来了。你的 router 是哪种 router？ 我想看你的 router。就是一个杂牌 router， 不行啊，不行啊！那叫什么啊？这个就是避的数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你的那个 router 可能3号 buffer 太小，或是分位置做不够之类的。所以你现在 hold 不住，是不是？就是你可以看，你可以进来看。你看这边，他就跟你讲说讯号就是，哎、欸，是良好还是不好？没有，可是我在家里的流量其实都蛮高的，这样子上传大概20 Mbps。 对，这是3 Mbps 的意思。哎、欸，不稳啊，这个真是超不稳。超不稳的哦，我爸拒了啦。该买一个新的 WiFi 了。我爸那个中华电信一日吃到饱，给他开下去。你现在有吃到饱吗？没有啊，应该有什么一日吃到饱吧。哦，哎、欸，你有吃到饱吗？没有。你有没有？都没有人有吃到饱。好。这个是 stability 的问题啊。好，我们。可是你不是说刚刚那样子还可以吗？就断断续续的一样。嗯。对，他可能中途会断。你那个音乐就等我，然后去看我的音乐。差不了。对，
你没有那个转接头？我那边有 USB 的，然后它的旧的还有新的，都没有。一个转接头，一个两千。不是，是我高和风的。就是网速，因为网路应该够，应该很快吧？有，这是后台，这是后台。OK。这后台是不假，是假。你可以在那边看那个后台。我问一下。我可以帮我加购啊，你用4G 嘛，然后你 WiFi 对联啊，那你也比较快啊。这样会比较快啊。应该会啊，理论上。你这边4G 收的好啊。靠窗户还行。现在怎么样？不加。是你画质降低会比较好，或者现在用今天720 P 啊，如果看要不要求的话，真的？喂，等一下，好，我们在三分钟就开始了。好，好啊，那不用买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你现在还是不加吗？是不是？可是我这边显示，哦，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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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又上来了，又上来了 ，OK。啊，好。后台现在几个人？三人，有没有？刚刚有三人啊，刚刚我看。最高同时，但是我刚退出，人家就少了。好了，我们先那个。为什么是有人在看？有人在看。你要进到另外一个那个画面的网线，然后假如你进到这边的话，就是有这个，那就把那个点开来，点变大这样子，对。但好了，没关系，有没有人上线，好像不是很重，好像不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吉皮，我们要开始哦。吉皮人，他其实都还蛮稳的，就是比较像是 router 的问题，硬件问题啊。又回来了，我们又回来了啊，我们又回来了。感觉就是一阵，换一台，它的原理是这样，一直都是每次在同一个区域。它 buffer 会满吧？是不是？不用想没了，可能 buffer 会满。这么多但是对使用者感受不到。可是，就假如你没有长时间 instantaneous， 你做这种强度测试这样子。好，我们确实是在20分要开始了，这样子，好不好？20分开始。哎，我们20分开始，然后呢讲40分钟 Q&A， 然后休息，休息，只能休息5分钟啊。Q&A discussion 要回答你 Q&A 这真的要 demo， 这不 demo 不行。没有，我是说真的要来这边。对，先试撞一次。应该说对 ，demo 是硬件的 demo。对，大不了就我们下一次我再讲一次这样子。下次你开始的时候，先让我再把这讲一次，再把这个讲一次。上次我们那个状况不太好。现在是要开始了吗？好啊，好啊，可以开始啦，可以开始啦。你决定就这样吗？哎，你看一下在线，在线应该是很不错吧，良好吧，是不是？好了。哦，真的假的？可是你这个会耗，这会耗当令，对，你可以把这个关掉，这样子。对，没关系，没关系，就看一下能够跟即时互动就可以这样子，好啦。对，看一下留言，留言是有什么？好了，我们 start， 确实 delay 确实是20分钟，估的算是蛮好的这样子。我那个学长，他说他会玩20分钟，他可能用我们的 main topic 在说这样子。好。
好，好，投影啊，投影。等一下，我们那个两位要出关。对，两位要出关。可以近一点没关系。对，近一点啊。你有可乐啊？OK OK 对对，哎，这是百事的现在卖的那个蓝可乐，很屌。蓝可乐，不知道啊，真是顶好在卖，不知道为什么叫蓝可乐。看起来是透明。对，它看起来是对，它看起来是透明。蓝色的透明。给他看一下蓝可乐。后台没有办法吗？可是剩聊天声音听不太清楚，但靠近幕还行。OK， 好，我其实有带那个自己有带麦克啊。开始啊，开始。那个 presentation mode 是不是 ？presentation mode。还好，大家觉得不错就可以了。看到了，好蓝。好好，应那个傅新平要求啦，这个大家看一下大家啦，这样子。可以看，看到吗？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这样子有有看到大家吗？有了。我学长来，不好意思，喂喂。你在下面是不是？好，那我去接你。我们要时间轮。好，我们再 delay 五分钟。那个学友啊，你就是缺了，帮忙 hold 住一下这样子。delay 五分钟啊，那个。那学长会看到我们啊。应该嗨，嗨，请你。还有其他人吗？大家可以在这个聊天室留言呢。对。没有，跟大家讲要订阅，要100人，要100人订阅，100个人订阅太困难了。李光宇说要订阅，请订阅。应该好，可以。什么人啊？Hello， 那个李光宇去接学长，所以大概五分钟后会开始。再等一下。我老公会订阅有什么好看的吗？应该没有。可以获得免费的可乐。李光宇会带给你们啊，蓝可乐一瓶。好的，刚刚李光宇搞这个硬体搞了蛮久了，所以一开始第一次感觉有点意外，不过下次应该会好很多。这样看。
大家有任何意见都可以随时在 stream 上留言。好，李光宇回来了。欸、我来等下自我介绍一下，这个好，我这个学长睡过头啊。那个有。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那个，对不起，那个在线的朋友啊，这个在线朋友辛苦了，辛苦了。那个，好啊，好，这个记得帮大家那个，帮不是帮大家，帮我们按赞、分享跟订阅啊。好，等一下再会跟大家说为什么要那个分享、按赞跟订阅。有好康啊，有好康。好，现在怎么样？就两个人去上厕所。哎、欸，好，哎、欸，好。那个线上的朋友知道可以离开吗？因为我们那个你可以离开位置，因为你还是可以播到就是前面我们的画面这样子，所以不用担心。哎、欸、哎、欸，请坐啊，请坐啊，请坐。嗨，大家好，大家好。哎、欸、哎，哎、欸，请坐，请坐，请坐。拉椅子坐。哦，拉椅子坐。哎哎哎，不用。哎哎，坐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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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怕声啊。我可以当自己家。当自己家，当自己家，你想怎么搞破坏，怎么搞破坏的？对，好，哎、欸，那个介绍一下，那个张馨云嘛，然后反正我们这团人呢，就只有你没有去过比利时，大家都不晓得，对不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好，是一个同温层。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我们要 delay 5分钟，不好意思，这样子。那这个投影片大家应该有啦，这样子，大家有的，然后有拿到投影片。好，首先呢，我们就要来，就是首先呢，先感谢这个真梅江之庭提供这么好的场地给我们，然后提供这场地给我们办这个活动，然后也很感谢大家能够参加，尽管有些人就睡过头迟到，但是我们也很感谢，就是线上跟线下的同学这样子。好，就简单自我介绍，我觉得好像我们的这个大家都认识我这样，但是我还是要自我介绍一下，以防我们以后做很大。有人不是认识我，好，所以我叫李光宇，然后我现在是在联发科当工程师，我在讲要不要讲很细，然后那我在毕业两年了，其实我之前一直很想要弄一个像读书会的活动，那今天终于能够弄这个活动，好，那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名字，这个我们这群人叫什么名字？我觉得我们这群人就叫曼哈顿公社。啊，为什么会叫曼哈顿公社呢？是因为我就是很喜欢看 Woody Allen 的电影，然后他有两部电影。那谁是 Woody Allen？ 伍迪·艾伦的电影。然后他有一部电影叫做 Manhattan， 然后另外一部叫做 Cafe Society， 就是一个叫曼哈顿，一个叫做咖啡公社。所以要办个活动，请大家来。首先，最终就是要名字好，其他办怎么样都不用重要。然后投影片。要用 Keynote 做这样子，就是看起来很有质感，所以就取这个名字，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可是 Society 有点双关，比如说那个就是类似比较知性的那种学会啊、科学会，他们都是用 Society 这个字，而不是用 Club。好，那到底 Exactly 这个曼哈顿公社是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上面英文的意思，我想大家都可以自己再去查啦，不知道单字可以自己去查。然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有一群人，就是一群宅宅工程师。当然，有些人不是宅宅工程师，那一个月就是混在一起一次，然后就听另外一个人来分享他觉得很有趣的事物或是知识。这个还是帮大家就是增进一下英文实力。Fraternal 这个字是从 fraternity 来的。Fraternity 在座的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哎哎，然后观众知道，好，哎，请问一下是什么意思？那是兄弟会。对，兄弟会的意思。其实那姐妹会叫做 sorority， 可是简单来说，泛指就是一个比较不是公开的社团。我觉得会办这个活动，会想要变成 fraternity 的这个形式，主要是说，第一个大家都很怕生，很怕就是会遇到不认识的人在同一个场合里。所以就是我们的要求都是这个口耳相传，然后大家都有点关系，而不是说我们在网上 po 一个活动，然后希望大家来。然后再来就是说，假如
我们真的很热门，然后在网上投一个活动，结果来了100个人，然后我们也没有这个场地，所以再来就是说我们的不要办，就是这个办活动一开始不要办太大，因为办太大的话很容易会办不好，然后也没有办法办长久。好，那我再讲一下这个关于就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为什么找大家来啊，讲一下初心。有一首歌的歌词就是这样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那他就说这个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快。那这个好像是20年前的歌。那可是现在变化更快。为什么现在变化更快？就是说就是主要是 internet 的发展，所以让资讯整个爆炸性的成长。那资讯量爆炸性的成长，可是再加上网际网络，它的让资讯的传播的速度也很快，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大家会收到这个资讯的刺激就很高。可是同时间，这个资讯本身它的这个质量变得很稀薄，所以就会说，虽然大家每天收拾到很多讯息，可是真的能够变成你就是 knowledge 的一部分的话，其实是很少。然后再加上，我相信现在大家在线上应该都不是学生这样子，就是大家平常都有工作，所以时间很少。然后能够分配的时间很少，要能够了解的，要能够认真了解一项事情的这个机会也很少。所以讲的就是说，想要透过这个办这个活动，我们一个月办一次，然后有一个人，就是这次是由我来跟他分享。我今天就是要讲一下这个高山健行，来跟他讲一下可能你们不知道的兴趣。那假如有些人是不知道的话，那透过我今天讲这件事情，你可以对在台湾高山健行之间有一些初步的了解。OK， 那假如你已经知道关于登山活动的话，但是我相信我这次做的 presentation 应该是比较全面，所以你也可以在除了就是拓展大家对于兴趣啊知识的广度之外，也可以增加大家兴趣知识的深度。好，大概是这样。那我们有几个目标啦。第一个目标就是说，哦，这字有点小。第一个目标就是说，希望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希望在 present 的人呢，在 present 这个过程中呢，他可以把他知道的知识呢，他可以从内化之后，然后这个来传播给大家。所以经过这个过程呢，他会对他想要分享的东西会有更深层的思考。那参加的人呢，参加的人没听过有听过，在这个广度跟深度上呢，都可以有所提升。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新竹其实很可悲，新竹就是没有一个很便利的交通设施，所以让这个大家的几乎是没有很 pure social 的那个社交生活。所以说我们来办一个这种活动，让这个比较彼此不认识的能够在这边认识。假如你真的是什么都也没学到的话，那至少可以训练一些 social skill， 这好像也不错。好，那我们办这个活动，首先要跟他介绍我们这个 Manhattan Society， 我们有一些专有名词，这个有专有名词就是带有专有名词装出来就比较酷，所以一定要有专有名词。那另外一点就是专有名词它本身很 specific， 所以很明确，所以以后我们都用这些专有名词在做我们内部沟通。大家可能已经收到 mail， 大家可能都看到一点了。所以我们几个专有名词，所以说我们这个活动呢，我们就叫沙龙，就是定期曼哈顿 The Science Manhattan Salon， 就是我们这个活动。那大家来参加，那大家就是这个 Society Manhattan 的 member。那每一次都会有一个场地，那当次提供场地的人就是 host， 像我们这次的 host 就是江之庭啊。OK， 对，哎，好像看不到画面。然后还会有一个主席，我们会有一个 chair， 那这个 chair 就是负责等一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Q&A 啊、互动环节啊，或是一些确有他的责任啊，但我们有个确。那今天这是第一次活动，所以比较仓促。这个确就是我这样子。然后每一次撒动会，我们会有就只有一个 lecture， 就由一个人给一个 lecture。那这 lecture 就是说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你会分享什么东西都可以这样子。那最后呢，我最后想就是说，分享这个人叫什么？因为我们都已经是Society Manhattan， 我们的头就要洗下去，所以分享的人就是 New Yorker 这样子。New Yorker 会每一次来沙龙给一个 talk， 然后由大家来参加，由各位 member 来参加这个沙龙。那关于这个到底 detail 是怎么运作，我们有一些 guideline 是我在这边想到的。那大家有意见的话呢，等一下可能可以讨论一下，或是说
就是先这样，我们先试办几次，看要怎样。所以关于这个撒弄本身呢，我们一个月就是办一次，这是考量到，就是说大家这个很忙碌啊，然后但是我们又觉得持之以恒很重要，所以就一个月办一次，我们看我们能够坚持多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member 其实没什么责任 ，member 就是两点 ，member 要负责就是 comment 跟给 comment， 然后跟提问题。为什么要给 comment 跟提问题呢？因为这个我是不知道大家啦，但是我呢，这个我们自诩就是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什么？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有 critical thinking， 就要有批判性思维。你要怎么批呢？你批评别人的话，就是要 comment。那你要怎么判呢？对不对？你就是要开始这样。所以就是最后每一个 lecture 之后都会要求，就是每个 member 都有 comment 跟一个 comment 跟一个 question 的基本要求。然后再来就是讲一下 chair 的职责啦。chair 就是要提供技术支持啊，就是说你看像我们这个活动，我们会要架 YouTube 直播，然后可能讨论环节要跟线上的朋友们、线上的 member 们讨论，那又会有那个 handout 啊，还有什么这个即兴啊，所以 chair 就主要是做这件事情。那 lecture 呢？关于 lecture 这边会再讲几点，就是说，lecture 的内容其实不受限，然后形式也不受限，所以你也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要做投影片，你也可以说，我想做个蛋糕，对不对？那我们就直播你做蛋糕。所以形式不受限，你可以 demo 啊，你可以怎样都没有关系。但是，然后 lecture 呢，我们希望说每一次 lecture 可以给大家，就是至少你的内容呢是要能够足够分享15分钟。或是十分，就是至少有一个下限。然后，因为大家这个专注度的关系，我希望每一次不要超过60分钟。那假如你认为你分享的东西呢博大精深，60分钟内没有办法分享完，你就可以分好几次，我们就分好几次的这个做法。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就取名叫做 Society， 我们要向这些这个学会啊，这些这个学术的社群看齐，我们每一个 lecture 一定要附明显的 reference， 让听完这一次 talk 之后呢，别人对这东西有兴趣，他就算不问你，他靠这些 reference， 他也可以对你的 lecture 的内容有所了解，大概是这样子。那最后呢，最后这个 New Yorker 他有几个责任 ？New Yorker 当然是要给 lecture 啊。那再来就是说 New Yorker， 我们还是要提高一点，让大家变自律一点，所以我们会要求 New Yorker 在一个月。之前，说的，我们一个月办一次，那New Yorker会在那次撒弄前的一个礼拜，必须要先把他的这边叫做什么 proof of a transcript， 就是说你要有证明你有文本。那这个东西很拗口，因为我原本是想说要写 transcript， 就是说一定要有讲稿，大家一定要把讲稿写。可是我后来在准备的时候发现太困难了，就时间根本就不够。所以你 proof of transcript 就是说你要证明说你有做过讲稿这件事情，你就直接录音。你就录个音，就证明说你有 rehearse 过，然后就可以了。因为大家时间很宝贵，假如你都没有彩排过，然后你来，然后呢来这边浪费大家时间，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New Yorker 在每一次的这个 lecture 结束之后呢，他要记录下这个从 member 来的这个 QA， 然后他会在下一次 salon 的时候之前先来把这个上次的这个 QA 做一个 update。为什么会要做这个事呢？因为相信大家学过这个类比电路的话，你就知道说，你这个电路要稳定，你一定要有 feedback。这个 feedback， 你没有 feedback 的话呢，你很容易就发散掉这样。那这个 feedback 最好还是有点微 negative， 有点负回收，这个系统才会 stable。所以不能说，假如都没有收到 feedback 的话，那个有时候可能讲者就自我膨胀。OK。好，那最后一点呢？最后一点就是讲一下说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啊？这样子，为什么要办活动？那这边讲的话呢，我出这门我都不会承认说我讲过后面这一段话，因为这段可能有点政治不正确这样。好，那我们先看一个那个影片。假如那个线下的人觉得，等一下啊，线下的人可能会觉得声音可能会，等一下声音会有麦收进来，所以我先切一下我们 presentation 的。
等一下，我先切一下我们直播的模式。先切回这个 mode 就有麦克风，时间上应该还好，好。所以呢，这个刚给大家看一个片段，这个片段是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The Match Factory Girl》火柴工厂女孩这样子。那这个主角呢，大家现在看到这主角，这主角叫爱丽丝。跟大家简单赶快把这个故事讲一下。这古角就是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女孩，她在火柴工厂工作，没什么不好，然后就每天面对很枯燥的机器，然后就是专门就是负责要把那个火柴盒上面贴歪的标签把它贴正。那爱丽丝呢，她不是一个，她不是一个拥有很明显外向兴趣的人，所以她的兴趣就是她很喜欢看电影，然后她很喜欢看书，然后就是一个平凡的人。那可是爱丽丝。他每个礼拜他会去刚那个这个叫什么舞霸跳舞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坐在那边，然后就是你看他是所有人都有伴了，然后在爱丽丝最后就是坐在那边，然后也没人找他去跳舞，他就这样子回家，然后周而复始，然后所以有一天爱丽丝下班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件很漂亮的红色洋装，然后他就想说穿这洋装很好看，爱丽丝就买这洋装，然后他买这洋装回去的时候，因为他那天是发薪日，他回去的时候呢，因为他就把这个薪水交给他的妈妈，跟他还有跟他同住的这个他的继父，这样继父就把那薪水拿出来点完之后，他就发现少了，因为他就去买那件洋装了，然后这个继父就很不高兴，当场就给爱丽丝一巴掌，然后叫他说这个钱是要来养我们生活的。把这个洋装退回去，所以爱丽丝她就只能默默的把洋装退回去。可是她也没那么傻，所以她在退回去的时候呢，她先把那件洋装穿在身上，然后她去酒吧，然后她去酒吧穿那件非常漂亮的洋装，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就有一个男的来搭讪她。那男的搭讪她之后，他们就有这个一夜情。然后爱丽丝呢，就认为呢，这个就是真爱这样子。
后来那什么表情，然后后来呢，那爱丽丝又再去找那个男的，才发现说，欸，其实他们这个就只是一次艳遇而已，并没有什么 serious 的事情真的在发生，所以爱丽丝就有点难过，但后来呢，发现就是爱丽丝她怀孕，她呢她就写一封很长的信给那个男的，就跟他说，欸，我虽然知道我们这个就是一次艳遇，但是我呢，我会把这小孩生下来，但我也希望说这个小孩知道你的存在，怎样，然后给这个他的这个艳遇的这个对象，最后呢，这个他收到什么？那个他那个艳遇对象就寄一封信给他，然后那信打开里面夹在一张支票，上面写说你自己看着办 ，OK， 所以。那爱丽丝就怎么讲？爱丽丝就很难过啊，所以他就想就是很急着就冲去找那个男的，结果在路上就不然发生车祸，然后就住院。然后住院之后呢，那个住院之后呢，他继父就来看他了。他继父就跟他说：“你现在这个情况真的让你妈妈很担心，所以我们觉得你就这个病好了，你就不要再回来了这样子。”然后就。然后说爱丽丝，她这个时候就是引爆她爱丽丝的情绪，然后后来她就出院，然后这也是这个无家可归在漂流。她后来就出院的第一件事情，她就去附近的这个药局，就跟那个药局的老板娘买了老鼠药。买完老鼠药之后呢，她回去找那个男的，就跟那个男的说呢，我现在心情不好，我们就喝一杯酒，这酒喝完呢，这个我也不会套到你。所以他就趁这个那男的就是跟他说好，然后他就趁空档就把那毒药加到那个酒里面，然后就让那男的喝下去，然后那爱丽丝就回家了。他回家就跟他爸妈说，我再做一顿晚餐给你吃这样。然后他同样把那一罐老鼠药剩下的部分呢加到那水里面。之后呢，这个他爸妈就喝了那个水，然后他就离开他们家这样。他最后他就穿着那件红洋装回到他原本坐那个酒吧，他坐在那边，他在想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人男的又过来搭讪他，然后那爱丽丝就跟他说：“哦，你要搭讪我是不是？好，没关系，我想你先把这杯酒给我喝了。”这样，他就把那瓶老鼠药里面最后的毒药就加到那瓶酒里面，然后那男的就把那瓶酒给喝了。然后到早上之后，爱丽丝去上班，然后上班的时候有两个警察来找他，然后说。昨天有发生这个有人被杀了，我们觉得跟你有关系，所以我们会进去一趟。结束，这是一个很短的电影这样子。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爱丽丝她做什么？爱丽丝没有啊，爱丽丝她去上班啊，然后她做有一份很正常工作，然后她养了她自己啊，她没有外显的兴趣，然后她也不是说长得特别难看，她对待这个社会，她用一个很善良的态度去对待这个社会，可是她最后得到的。是他看到这个社会对他满满的恶意，这样子。你可以说爱丽丝就是哎，好傻好天真，你怎么觉得在酒吧就可以遇到真爱呢？你也可以觉得说爱丽丝很不幸，所以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让他引爆。可是我觉得多少一点还是跟我觉得这就是说这跟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认同爱丽丝这个角色，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就是社群网络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必须在社群网络上，我们必须投射一个很有很外向的个性，然后你要有，你除了个性外向之外呢，你要有外显的兴趣，你要能够把这些拿出来，就是说逼的必须要让大家都变成这样子，所以你本身内向的人跟你本身内显的人。它价值在，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就会被低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不健康的这样。所以呢，我们办这个，我当初就想办这个 Society Manhattan 的意思，就其实说，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活动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彼此认识。所以呢，你也不要说很内向，你也可以上来讲。然后呢，我们会给你一段时间，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呢，把你认为就是不是说都那么多的有趣的事情都可以在几张照片里面就把它说完，所以你觉得你遇到什么很值得思考啊，很值得分享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花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大家来这个认真的听你讲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当初想
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好，大概是这样。这个是这个导演啊，就是他，大家可以在那个那上面那个蓝蓝的都有连结，这样大家可以再去点一下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大概我就到这边，我看那个线下同仁都快要睡着了这样子。好，我们联络方式你可以寄这个 mail， 然后 YouTube channel 要一个网址的话，你必须要100个 subscriber， 所以就是请大家就是一个人去建两个账号，然后我们再拉，再叫你妹、你爸、你妈全部都去建一个账号，然后我们就可以有100个 subscriber， 我们就可以 YouTube channel 有一个固定的网址。好，最后就是有一些有用的连结跟大家分享说，比如说你要。你真的要准备讲稿的话，你语音转文字，你可以透过这两个方式。然后你 keynote， 你要及时跟大家分享，你要透过这些方式。然后你要直播，直播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这样子。直播的 setting 是在这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没有考虑就是像公司，我知道大家都在公司，你可以，我没有考虑像就是弄一个网站。那个网站其实就是去花钱去租一个那个 wiki page， 或者说你去用一个阅读型的网站 meetup 这样子。这个都可以再讨论。好了，那就到这边了。我们好像有点，我们是不是有点 delay 很多，是不是？好 ，OK， 好，那就 Q&A 时间。好，那个 Q&A 时间，这个我是主席啦，就是叫他。好，那个陈庆荣，你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欸、你可能要过来这边说，不然线下对你要站在这边，不然线下的人听不到这样。好，下一个，好，你彭柏林，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线下现在真的有人吗？线上，赶紧注意点，然后没人，有三个人吧。现在有线上有三个人吧？哎、欸，你不要管线上，你不要管线上，我们不是网红。好，那个 New York 由来，你刚刚讲吗？怎么来的？就曼哈顿啊，曼哈顿就在 New York、啊。我知道，可是哦， New York 就只是因为这样。对对，没有什么深层的意思。New York 就是因为曼哈顿来的。好，好，好，然后江之庭。我觉得可以进入正题。进入正题啊，太耗时间了。好，那个林嘉怡。可以只当 member 吗？可以、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可以只当 member 吗？可以。没有，我们欢迎你当 member。这个哦，我忘记跟大家说，这个 lecture 啊什么，这个我们前几次我们先就是会我自己就会内定这样子。下一次是陈庆宏，就是我们就会先找好，所以大家不要有压力，就是你可以每次来就好的。好，好，哎，张星云，我们开始啦。张星云觉得我讲太长了。好，陈庆宏，好，如果 lecture 超过60分钟，但就超过了，就叮叮叮啊，学那个 conference 叮叮叮。超过六超，你说你、就是、你六超过60分钟，但是超过60分钟，但你其实还有一段还不是可以马上不满六，就是超过60分钟不满两小时，不满两小时。那个，好，这在讨论，这在讨论，这个这都讨论，这没有硬性，可以啊，可以这样子。好，哎，那个，喂，哎，那个线上同仁，那个傅新平啊，傅新平有什么意见没有？傅新平可以直接在那个 YouTube channel 的 comment section 留言，还有另外那个，我知道王姨是不是还在？王姨是不是还在？这个。大家可以连进 Hangout， 或是现在有谁在？我们现在有 Lucy 啊，徐永竹在是不是？徐永竹，好，先问傅新平好了。傅新平是 Standing Committee 的 Member， 傅新平有什么意见啊？好，大家先休息，我们五分钟之后再开始这样子。好，哎，我们休息五分钟，哎，休息五分钟。哦，这是芬兰电影，你这个投影片都有这样。哦，你真的蛮文青的，芬兰人，对，我跟你讲，我同事都芬兰人，我说真的，我们有那个。现在是第一个同事吗？对，我们有芬兰的那个外站这样。那芬兰人其实都不太看这个，因为
太那个太冷笑了。对对对对。他们不看了，你看了你就变文青了。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好吧，我们现在那个进入那个我们 intermission 五分钟这样子，我们休息五分钟。我传过去，刚刚怎样了？刚刚那声音没有传出来。哎，不好意思，我再说一下，那个 T Manhattan 确实是两个 T， 可是他那个字体是为了那个 Woody Allen 这曼哈顿这部电影特别设计的，所以他设计成这样子。OK， 他那个 T 是模拟布鲁克林桥的样子 ，Brooklyn Bridge， 了解吗？了解吗？好，我们休息五分钟，我们那个八点钟开始这样子。
现在那个现在麦克风会收到电视的声音，那个线下的朋友会觉得太线上的朋友会觉得太吵吗？会吗？现在会觉得太吵？好好，不要管线上的朋友。那个有人留言，有人留言吗？有人留言。没有，我说那之前的那个之前没有留言。好，好。大家可以留言，大家可以留言啊，不用那么那个，不用。大家还好，傅金明说还好，感谢我们线上的始终 fans， 记得订阅哦，记得叫你全家都订阅哦。好，记得叫你全家都订阅好吗？全家都订阅。你还跟我讲一下时间，你觉得每过十分钟跟我打一个 pass 这样子。好了，我们那个要赶快，因为今天等一下要打 switch， 而讲那个太枯燥，直接讲太枯燥，那个就没有办法时间打 PA， 打那个 switch 了。你们先请你们打确了怎样？确了要讲几句话、啊。确他过去爬山的一些心得，然后在今天分享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那我们就不太花时间，我马上欢迎李光宇为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好，谢谢，感谢雀。好，现在就是我，大家这个图片已经看过很多次，我们就直接进正题啦。简单来讲，就是跟大家讲高山健行是怎么回事。那就是说我会以我照片全都是有以我这去爬雪山跟自家羊的照片，然后来 demo 跟大家简单一下介绍这个兴趣啦，然后就介绍一下我啦。为什么今天是我来讲呢？因为我觉得在座呢，应该是我爬过的百岳是最多的这样子，我大概爬超过十座这样子，这个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有资格来讲。然后 OK， 好，就这样。然后我这是我要 line 啊，我一开始讲说大家会想要知道说登山。固然是一项运动，但是有几件事情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就后面都不知道没有关系，那前面你知道，然后再来就是说，为什么要爬山啊？去哪里爬山啊？然后怎么样？假如我要去爬山，要怎么去做啊？那关于登高山的这个十一柱行娱乐是什么啊？然后最后有 Q&A 的时间。好，一开始让大家知道就是说，爬山是一项是什么？就是去山上，去山上是一个偏远而且非常人迹罕至的地方，就是说上山呢，就只能靠自己。就是雪羊呢，雪羊大家可以去 Google， 雪羊是这个登山界很知名的一个叫做什么大 V 吧，就是红大 V 啊。网络上他雪羊会写多文章，争辩关于登山的任何时事，所以大家都知道，所以我有引用他的话，雪羊大就说登山是远离尘嚣的运动。那雪羊就说呢，这个人啊，这上山你要能够活，其实就要靠你的知识，你要有知识知道。在山上怎么样应对才可以活？啊，接下来你上山呢？你光有知识没有用啊！你知道这知道那，你知道怎么生活，知道怎么搭帐篷，你东西要带啊，东西要带，东西就是装备，你要带装备，你当带装备代表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等一下的分享会注重在就是说装会围绕着知识跟装备，就怎么用这装备，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装备，我们要还是要怎么用装备？简单来说啦，就是说。爬山这样运动是你出了事没人会救你会死掉的活动，那你要能够活就是要靠你自己的知识跟你带的装备。简单来看一下说这个是去年2017年发生的那个山难，所以有一个人他失踪47天他可以活，然后一个失踪35天失踪12天。他们可以活的原因就是说他们都有正确的登山知识，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都带全套装备。 OK， 所以最后一条是我自己写的，大家看一下，那个这个我觉得很不错。装备的选择跟情人一样啦，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OK， 就是说大家不要迷信说贵的装备就一定是好，就是要适合你的装备。好，
简单来跟大家为什么要爬山啊？爬山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你可以在山上很艰苦，那就是可以捶打灵魂，砥砺身心，使自己更坚强。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自己列出来爬山吸引我的地方。然后再说高山的风景很好，那些是在平地上是看不到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很喜欢这个运动，就是说它跟其他户外运动有共同性。你比如说你野外求生啊，露营啊，那你要在平地跟人家露营啊，然后在野外煮饭啊，还有攀岩啊，长跑都跟这些有关。所以你不只是在山上，你在山上的所有事情，其实有些事情也兴趣活动也是在平地可以做。所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叫什么 multi discipline 的运动啊，就很不错。好，所以现在又来跟大家介绍要专有名词。你说跟人家说我喜欢去爬高山，就有两件事情，你就问别人说，哎，你要知道什么是百岳，然后是什么是横断，什么是纵走，这些大家都在讲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好，所以我们先跟大家讲，就说有位这个越界登山大佬林文安先生，他就挑了，没错，就是他挑了起伏明显的这个100座山定为百岳。但是起伏明显不代表百岳，大家都认为说会超过3000，其实有2座就是没超过3000。那百岳里面呢，又有这个五岳，还有3间跟一起，就玉山、雪山、秀姑峦山、南湖大山、北大武山。3间有中央间、大坝间、达芬间，一起有齐台北。然后我这边有一个这个 link， 就是这边有个 link， 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他会把所有的百岳都列出来。我这边点给大家看一下，他会把所有的百岳列出来。等一下，齐台山不就是有灵异事件的齐台山？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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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点出来了，等一下，大家等我一下。耗时间，耗时间。等一下，好，这个网页，等一下，这个网页在哪边？那你爬了几座啊？我爬了10座。你说那个代表座你都爬完了？没有，代表座我没爬完呐。那代表座爬几座？代表座都有9个吗？是9个。那就他说9种啊，9种类型啊。这个。等一下，他在跑，这是网路啊，网路。好啦，这边等一下，有点小，大家忍受一下。可以看到，他这边就是这个网站呢，叫做辉哥的天空。辉哥也是一个爬山热爱，他已经百岳已经爬完一轮了，他在好像在爬第二轮这样子。他把所有的百岳全部列在这边，然后他是所有的山有分难度。比如说是 A B C D， 然后这个难度会决定说你能不能跨合法去上山。这个入山的时候，大家会审核。好，然后他有些时候这都是一个一个山，然后他跟你讲说纵走，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就总之呢，这个网站呢就会把所有的百岳列出来，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这个网站上面看。好，我们等一下，好，时间很急啊，好。那百岳好像在这横断，又听到什么横断，比如说我去新康横断，又去什么纵走，然后又去单弓，这到底什么东西？所以横断就是这个南北为纵嘛，东西为横，所以横断我们这边说横断就是平行中央山脉的这个路线呢，就会被称为是横断这样子。那有这个有名的就是像是举例就是新康横断，然后纵走的话，纵走就是南北。但是其实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不是单点进出，你就可以算是纵走，然后也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啊。然后单弓就是说你基本上你就是只去爬一座山，那你一座山呢，你可以就是当天来回，你也可以好几天就是爬一座山。现在就大部分讲单弓都是说你一天就去爬了一座山，马上就回来不住，这样子。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去年去跟我们 MTK 登山社去玉山单弓，单弓就是一天，早上3点钟出发，下午3点钟就回来，来回几公里，来回22公里，然后高低落差1500，就是你要是上1500跟下1500，对，是上1500跟下1500，所以加起来是3000，所以就是单弓就是一天来回。好，假设。现在大家想要去爬山，那你就会想我要去哪里爬山，就是你就先看了辉哥的那个那么多山，然后你就 randomly 挑了说，哎，听说冬天的雪山很美，然后就去 Google 雪山的照片，说，哎，这个雪山照片冬季真的很漂亮，就长这样，然后
他长这样哦，就是我一定要去，我就想要去雪山，那我就要去雪山，那我要怎么去？就我想要这种照片，那怎么去呢？那你就决定去雪山了，然后你就觉得说，雪山这个我想要走去六天，那我要走一个行程叫做雪山西能，就是说雪山从雪山往西边走，走六日，然后从宜兰上山，然后从台中出来，我想要走这个行程，那就是 Google，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地图，它这边就会跟你讲，就是雪山山脉的一个路线，然后你就说好啊，那这个是大家很推荐的经典路线，好，我现在决定就要去这路线，那细部要怎么规划呢？西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都是右边这个地图啊，右边这个地图就是你去买就会有这个地图，然后就跟你讲说上面每个点到每个点走的这个时间，那每个时间就是重装，这个重装就是说你所有身上所有东西都在身上，然后你住的吃的全部都在身上，这是男性重装的时间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看啊，这个线上的朋友们，哎，我不要。线上的朋友们，这个没有雷射笔这样子。线上的朋友们，看一下右上角，右上角这个我们要登雪山的话，我们就从雪山。哎，我这个好像 point， 对，我这个 point， 等我一下。哎，对对对，等我一下。哎，时间啊，15分啊，完蛋了。好，那个等一下，没有，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是 point。这边雪山登山口就是我们要上山，然后我们要爬雪山西能，所以你大家看登山口，然后那爬爬爬爬到七卡山庄，这样多久时间？这个70分钟就到七卡山庄，这样就可以住了，是吧？然后再从七卡到369又多少时间？305分钟。所以它这边都会列出来，那你就可以开始估啊，我到底这个列出来住就是只有这地方能住，其他地方都可能是没平地。然后我们要走到翠池，走到翠池，然后又去上面的草原，然后又下来，就雪山西南路线就这样子，最后从中雪山这边出来这样子。所以你要算，你要怎么评估？大部分都走六日，那你要看你评估啊。你看我第一天走70分钟就可以上到山庄，那我到底要不要在那边住？还是我在70分钟我再加300分钟，我住在下一个地方，就是。看这个步程去规划你的行程，所以最后啊，我们就规划出来说，根据啊上面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啦，就是宁愿早出发也不要晚出发，因为你晚出发，你遇到天黑，那只会越来越黑而已，所以宁愿你就是3点钟出发，4点钟出发，然后你越爬会越亮。所以我刚那边还有说，一天大概就是以大家正常体力来讲的话，一天你重装走10个小时，已经算是很极限了。所以你就拿那个去估，比如说我3点钟起床，然后我今天可以走4个小时，或是我6点钟起床，我要走10个小时，那我走这10个小时我可以到哪？假如我到不了的话，那我就退回上一个，反正就是行程就把它决定出来，所以我们决定就这样走。OK， 那之后那你就说，哎，那我是不是决定好就走啊？大家装备买，大家上，这个没有，你要没有不能，你要申请，爬山要申请，你没有申请就是爬黑山。爬黑山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复杂啊，简单来说就是说你这个山区啊，或是你去入国家公园，就是去那个雪山，雪山就在雪霸国家公园之内，所以你上山跟入国家公园这两件事情都要申请，你没有申请的话就被罚钱。那这边有两个 link， 就是说有人认为说，哎，这个迁徙是人民自由，我想去哪就去哪，照理说政府应该不能限制我。还有说有些人是说你就是不想让我爬，所以你就是不想要维护这些步道，所以你才把这山就封起来，然后害我去爬黑山，这个争议很多啦。那大概就是这样。简单来说，大家做一个守法公民，去爬山就要去申请。我跟你讲说，我这边列出来热门路线要去申请，我们就直接看雪山好了。雪山在哪边？雪山第三个，雪山主东。雪山主东要不要申请入园？要不要入申请入国家公园？要申请，因为他在雪霸里面。那他要不要申请入山？要入山。那入园跟入山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不一定有关联，你可以看一下，你去合欢的主峰、东峰跟石门山，不用申请入园，也不用申请入山。可是你去合欢西峰跟北峰，你不用申请入园，但是你要申请入山。那申请入山跟入园是两个不同部门，入山申请是内政部，然后入园申请是国家公园。你说那我不申请怎么办？但是他会有登山口，国家公园登山口会有管理员，他会检查你的入园证。那警察局、国家公园。进去之前可能会有警察局，警察局要你检查你的入山证，两个都交之后，他才会让你去爬，不然你就是爬黑山。
好，所以我们现在申请呢、啊，就是点这个网站呢、啊，就进去申请。然后申请呢，他就跟你讲说要怎么申请呢？首先你要先申请入园，然后入园申请到之后，你再做申请入山，因为入山比较简单。那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右上方啊，右上方就是说，他这边雪山国家公园他列出来，你爬不同路线，对于入山跟入园的要求是什么？你就是要看右上角。所以我们去走雪山西能，雪山西能线在最后一个雪山西能线，两个都要申请啊，两个都要申请。然后你再看一下。你可以申请啊，可是问题是步道现在有没有开放啊？有没有摊方啊？所以它有它另外一个连接跟你讲说，现在这个步道有没有开放？那有开放，你就可以去申请，好啦，那大家填啊，要填你要怎么规划吧？我们刚才填上去啊，要申请人啊，要领队啊，要队员，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留守。留守是什么？就是你要留一个人在平地，其实身上都有讯号，你留一个人在平地，然后你定期要跟留守联络。比如说我留一个留守，就陈金龙在山下，跟陈金龙讲说我要去爬五天山。可是我到第五天我都还没跟他联络，所以留守他有一个自己会有一个时间，可能他再过两天他就要去报案，就要来这个可能发生山难就要来救。所以呢，你要申请，那还有第一个就是你要申请，你要住在营地，住到山屋，你要去申请营地跟山屋的营位，没有营位国家公园也不会让你弄。所以这边我列出来，你看在雪山有哪些营地，有七卡山庄、369，然后翠池山屋，它都有员额的限制。那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想要去爬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网站。比如说我看 369,369 4月申请的情况下，你看啊，因为雪山它是两天一天两天一夜就可以爬完，所以它在周末五六周末的时候都很热门，几乎没有，那礼拜三礼拜四人就比较多。你要去申请到山屋，因为山屋就那么大，你没有申请它不让你上去，你要先申请。然后申请完之后呢，你就拿了张表，张表就跟你讲说就这个印下来，然后拿给登山管理员，你就可以上山了。好啦，去哪？怎么做？那怎么做呢？那你身体好了，可是你体能呢？所以体能就是说上山会背重物。那重物又分两种，一种是重装、轻装。轻装，重装就是全身都带在身上。那冬季重装可以达20公斤，20公斤其实已经很重。大部分一般人正常的话，在平地大概背个13公斤觉得还好，20公斤已经是很重。然后轻装就是可能不包含帐篷，你就是当日来回的装备。然后体能训练呢，这个很简单，就是跑步。那假如你没时间跑步的话，你练深蹲，因为你这个重装负重就是在大腿肌肉，你就练深蹲就好，每天就深蹲，然后就行了啦，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哎，你要准备吃的东西啊，还有准备装备啊，那怎么办？那你就看一下，这个是玉山国家公园附的检查表，他会要你去登山的时候，你这些东西带了没？你可以看一下检查表啊，说什么大背包啊。什么毛巾啊、头巾啊这些东西，哎，可是有些东西就是还有什么东西，什么宫顶炉啊，然后什么地图指北针啊，还有什么冰爪、冰雪、冰斧啊，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你都不知道，现在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介绍这些东西如何用。那介绍五个方向，就是食衣住行娱乐这五个方向，分别跟大家讲不同装备它有什么功能，它要怎么使用，然后它用的时机点 ，OK， 好，所以我们就讲吃，刚就吃大家最有兴趣，山上吃什么，对不对？所以吃你要怎么规划？也就是说，在爬山的时候，你每天可以消耗6000到7000大卡，大家有在减肥人知道吗？5000大卡就是1公斤，当然你会吃回来，所以消耗量很够。然后会有几种分类，就是说有公粮、预备粮、紧急粮、行动粮。然后公粮就是说早晚餐大家一起吃的，这就叫公粮，就是大家会开火一起煮的。那在山上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停下来开火吃午餐，所以就是在走的时候，你就身上有什么东西，你可以有一些饼干、糖果啊、面包啊、饭团，就是当做你的行动粮。那假如说你可能会想说，有时候可能会天况不好，你可能晚一两天出来，所以你要再多带一点紧急粮食，以防你没有在定时间内走回来。那规划要点呢，就是说你要看人数啊，然后几个人啊，然后男女比啊，男生吃的多，女生吃的少啊，然后还有什么，你是冬天走吗？还是夏天走？对不对？冬天大家比较冷，胃口会比较好啊，就是这些要考量。好啦，那有些东西有些条件啊，说什么高热量、高营养价值。那只有泡面不 OK， 因为泡面没有蛋白质，所以你要有一个主菜，你要一个主食。然后说，因为在高山上，而且大家要运动，所以你在运动过程中，其实你肠胃蠕动不是特别好，所以要说好消化。
然后再就是在山上没有冰的空间，但是山上其实就是冬天的时候蛮冷的啦。那但是你也不能放那种太容易腐败、太容易发霉的东西。然后再就是说，要轻量啊，体积小啊，就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边有讲，好，跟你讲，现在就是跟大家讲说，哎，这个现在是在山上吃什么？这边就买一包，哎，这边就买一包。这个线上朋友啊，线上朋友看一下这个干燥米，干燥米，这个干燥米很简单，你就是煮水之后丢进去就可以吃了。这个干燥米大家知道，干燥米跟生米是两件事情。干燥米是米煮熟之后把水分抽掉，生米是你根本就不能吃，你要煮，真的要煮了才能。干燥米就是加水，它要还原它，而且干燥米它是干的也可以吃，你就当做是那种蜂蜜汤就可以了这样子。然后还有这个主食黄金脆乳，这个胡须章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东西可以放在室温，就是所以没有问题，就很神奇，我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放这东西。帮忙那个锅子装一下水。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蔬菜，你要带什么蔬菜？就要带一些比较不会变质的。等等，一般水就可以，不用热水。好，然后给大家想一下，就是这干燥饭啊，这样一包240块钱，然后它差不多是可以给3-4个人吃一天，一天是包含早午餐。然后我现在就帮大家赶快打开一下，因为我们等下就在那边煮，就在那边煮这样子。一半吗？没有，我看一下，煮冷水760cc 哦，对，反正你要装，它那个是一升的，它那种刻度，你就装。可以。然后大家注意，这干燥米里面是有防腐剂的，是干燥剂的，所以不能这个。OK， 好。好，大概是这样。然后就跟你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去雪山都吃什么。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吃，这样一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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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然后里面有什么？炒青椒啊，什么玉米笋啊，还有什么豆干啊，那比较方便的话，就是你带姜母鸡、姜母鸭，因为这种都是冷冻包一包，然后上去就直接加热就可以，不会坏掉。就是我们在山上吃的东西。好，行动粮的话，我个人就是很喜欢吃铁蛋，然后跟这个牛肉干，还有铜锣烧，就是这个我觉得山上吃的。比较吃下去，再多跟大家讲一句啊，就是在山上的时候，你可能运动，然后呢，可能胃口不会太好，所以你一定要带你最喜欢，你一定要是最喜欢，不能说我平常有点喜欢，不能要最喜欢，你要最喜欢，在最难、最没胃口的情况下也能够吃得下的东西。好啦，那跟你讲喝水啊，每天喝水，就是说每天我们固定行动啊，会喝掉2公升，那再加上运动可能会更多。然后假如我们晚上要煮饭的话，我们需要水，那这个就是。还要再订，假如营地没水的话，你就要再另外背。所以水有分几种啊，活水、死水、雪水、雨水、露水这样子。那活水的话，就是比如说山壁上会有水啊，或者说它那边有一个小河、小溪会经过在山上。那假如死水的话，就是说那个地方它特别容易，就是一个凹地，然后前阵子可能下雨积一些水。死水通常要建议要过滤啦，然后雪水、这个我们就喝雪水，然后雨水的话就山会积雨水，然后早上会有露水，所以你可以拿露水填一下。好，有几个装备啊，就这边有炉头、瓦斯，炉头有分这个瓦斯炉跟废弃室，然后锅具，然后瓦斯、挡风板、滤水器，然后餐具啊，餐具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叫做 spook 就是 spoon fork 再加上 spoon fork 加上 knife 全部都集合在一起，所以这边有锯齿，然后这边有 knife 没有出来啊？哪边？不是说 spook 你要加 knife？ knife 可以了。K 啦，它不是 fork 吗？都有，fork，K K 也是 knife 啊。好了，反正这个很便宜，这个只要80块一支，我觉得这个这个刀，对，刀在哪里？刀在这边，你看一下，刀，我可以切。对，我是没切过啦，这样子。好了，然后餐具的话，餐具这边有分，就是泰的跟女的这样子，然后这边有饭，就是泰的跟女的。然后用铝的，大家就知道会得那个老年痴呆症。可是铝的便宜很多，大概便宜5倍这样子。真的太的，价钱差5倍，大家知道价钱差5倍。好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炉头啊。我跟你讲，这个炉头有很大学问啊，就是说，因为炉头它就是要装配这个瓦斯，要让瓦斯出来。可是你知道，这个金属本身会热胀冷缩。所以不好的炉头，它在山上，这金属一缩，那个瓦斯的出气量就不好。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右边有裂，
说它这个收头这个炉头啊，在室温是20度的时候跟室温是-5度的时候达到沸点的时间只差了12秒。可是一般的假如你做的不好的话，在山上哦，一热胀冷缩它就会花大概3-4倍的时间，然后它这个就可以维持。我这边有一个炉头啦，这样子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就是炉头，这有包含炉头，然后也有包含锅。这锅特别，锅在哪边？对，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锅啊，这锅底下有这个聚热功能啊，所以它可以极热这样子，它可以极热。没有大家看那个线上就算了这样子。好，我站在这边是因为我这个这样这边收音才好这样子。那它这边有几个炼化标准啊？就跟你讲，最主要就是说能达到沸点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这样子。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没有吃晚餐，所以我们现在就赶来煮一下水，然后呢来吃一下卤肉饭这样子。好 ，demo 时间 ，demo 时间。那个线上同仁就是，现在开始煮。你现在煮啊？对对对。我没听说这句话。没有，就这样。下面这个东西啊。没有，你要有一个东西是到时候锅子可以放在那个，你懂不懂？那个热电、啊。你锅子到时候。热电电啊。这个不会有问题。这个、你要不要很等一下？你要那等一下煮好之后，这个锅子会很热。再拿一个热电。好。线上同仁，不好意思啊，这样不好意思。不来参加，就是来就是这样，不然好 ，OK， 好，这个镜头稍微，这边有个电子点火器，所以我这样压的时候，它会有火花，会有火花 ，OK， 好，这是防风的吗？有防风，我跟你讲，防风就是这样，风在吹，哦，好，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水呢放上去 ，OK。好，所以我现在会先把瓦斯出出来，然后我再点火。好，我们等一下关的时候是往这边选，往我人这边选，你知道。线上同仁有看到，线上同仁有看到吗？是，没关系啊，没关系，我那个录个影，等下回去后置一下，后置一下就。好，我们这个会耗点时间，所以那个帮我注意一下，你要看一下，说这个有小气泡的话，等一下，因为它很有可能会浮出来这样子。对，就你啊，要睡着了。好，那我们赶快开始讲别的，就穿衣服很枯燥啊。就说你在为什么穿衣服？因为你可能会失温，失温就有分几种。那个失温你可能会死掉这样子，有就是中度失温、轻度失温，还有重度失温。然后再来就是说失温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你一失温，你在身上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温度 recover 回来，就三难，你就要交人机了。所以预防失温的方法呢，就是从穿衣服就要开始很讲究。啊，这边有跟大家讲一下说风寒效应，有听到吗？就是说通常同一个温度底下，只要风越大的话，你会感觉越冷。所以人体对于这个温度的这个感知其实是会浮动的，所以你要一不小心衣服没有穿好啊，你就可能会失温。跟大家讲要怎么穿衣服。好，这边就跟大家讲啊，就是有个案例啊，就是有跟他去爬山，然后呢他后来雪就下很大，然后他就失温了。然后这个人呢，我跟你讲，这边我有圈。这边我有圈起来啊，这个线上同仁听得清楚吗？这边我有圈起来，就是说另外一个人去救他的人，他知道失温这件事情很严重，我必须要赶快赶到，赶快叫直升机，不然就是这人就会死掉，所以他就赶快去救他。这边有连结，大家可以再去点啊。这个他是这两个 Facebook 的连结。好啊，先跟大家介绍那个要穿什么衣服啊？穿衣服分三层啊，里层就是说。要把大家把握住穿衣服，就是说你第一个要保暖，可是你要排汗，所以就是洋葱式的穿法。我们分三层，就是里层、中层、外层。里层就是要穿排汗衣，你帮我把那个排汗衣，就是那个蓝色，对对，拿一件过来，那个排汗衣，对，那就排汗衣，你看，对不对？这排汗衣这样子，对不对？里面就穿排汗衣，大家千万注意，
里面绝对不能穿棉的，因为棉的你在上山上一湿，你绝对干不了，你就是一直很冷一直很冷。然后中层，中层是保暖衣，哎，保暖衣那个绿色啊，保暖衣。中层就是提供你保暖功能，哎，那边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拿过来给线上同仁。线上同仁，好，保暖衣有分几种啦，这个是刷毛的，有一个羽绒的，有一个羽绒的，然后在外层这个大家可以穿越，然后外层这个那件深绿色的也是刷毛衣，然后不是应该这个穿在里面吗？那个也是啊，那个也是啊。然后这个是羽绒衣，这个、都可以，这是羽绒，这个羽绒这不是防水的吗？对，大家注意啊，这个刷毛防，然后在外层就风雨衣，防风防水这样子。所以外层其实不能保暖，它就防风水。然后下半身呢，下半身基本上就是有穿就好，因为核心温度在上半身这样子。哎，那个水族怎么样？好，这边正冒烟。还有些配件啊，有些帽子啊、袜子啊、雨衣、雨裤，这是最外层的防风防水，这是羽绒。好，嘿嘿，好，现在跟你讲说衣服要怎么选，衣服有一个量化指标，这个 CLO 的定义其实就是导热啦，就是CLO 越高就是说你热量越容易保存的好 ，CLO 越低就代表说热量越容易失散这样，所以你看棉就很差，然后羽绒又分550，然后又分8，羽绒有那个 feel power， 这个就会再跟大家说。好，那中层的话有几种选择啊，就是有刷毛、化纤跟羽绒。那羽绒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羽绒它很保暖，可是羽绒它一碰到水，它就会失去功能这样子。所以在行进间的话不推荐羽绒，可是你晚上睡觉的话可以穿羽绒。然后刷毛就是那个材质，那个刷毛的材质，它其实很排汗，然后它很保暖这样子。好，然后呢，风雪衣的话就是有软壳衣啊，跟硬壳。软壳我觉得我没有软壳啦，这样子，反正软壳就是防泼水、防弱风，但是强风的话就不太 OK。那硬壳的话就是防风防水这样子，完全都防风防水。可是Gore-Tex 会有一些透气的效果，但是没有办法跟软壳衣比。那不只有Gore-Tex， 每一家自己的厂家，运动衣的厂家，它都会有自己的。这个防水透气的科技啦，这样子。那雨衣呢？雨衣我也有带，雨衣就是完全就不防水，就是闷在里面很不舒服。所以就是风，就是最外层就是 Gore-Tex 这样子。然后就是大家记得啦，这个你今天出去这边，你就记得这件事情。登山品牌就是价钱越动物越远古，价钱越贵。左边是什么？左边是长毛象，左边呢？右边是始祖鸟，这两个就很贵。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个，就是什么土拨鼠，土拨鼠一听就很 low 这样子，对不对？土拨鼠就很便宜。好，他就这样子，然后跟他看一下价钱。大家一定要滚吗？问你啊，你登山网谁的？谁可以就可以啊。因为我怕它扑出来啊，这边扑出来很不好，这做的很贵。真的是蛮合理的，可以啊，你可以再假设一下，因为它从滚到，我刚刚讲多久？这个好像是五分，没有，因为我没有开火力全开，它刚那个是要火力全开，两分半就可以搞定。你现在火力全开，不要，那火力全开就扑出来了。哎，你现在煮饭是？对啊，放在这里，然后帮我倒进去。这个倒进这里。这个刀片很便宜。嗯。我们那个线上同仁在等一下，那个水滚。有了。他在黄金脆乳。对，黄金脆乳。好吃。好。你有吃过这个？你有吃过彩面？好，这个是跟大家讲的，这个要小心。这个要没有，这个我去厨房。但其实跟你讲，这个锅的边缘是北欧设计，所以它是很容易那个。不然你在这边倒。不要，我技术没那么好。很新，没错。狡猾。这个
谁啊？谁啊？这个谁？好啦，我们现在把水加进去了，线上同仁看一下，我们把水加进去了。一定要推荐给线上同仁。那个，把这个要拌，那个饭要拌。筷子在那边，你拿 spooker， 就是反正因为下水都在下面，要拌这样子。好，哎，好吧，那你家里面快睡着。水掉到下面。还有花溪水。嗯。黄汤。要拌。拌要拌 ，OK， 好，好了，跟大家讲几个牌子啊，这个始祖鸟很贵啦，20000块一件衣服啊，这个排汗衫要3333，然后这个10000，很贵很贵，然后这个羽绒外套20000块，然后很贵很贵，那正常衣服啊，你看只要一半价钱，只要8900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羽绒衣都一半，那你买的是哪一个？我买就这个，我买这个，这个这些啊，然后这个我买的，那个羽绒衣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羽绒衣啊，这个蒙贝尔羽绒衣，唯一品牌这样子，这个蒙贝尔好。你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还有这个保暖裤，就是我讲的保暖裤就是可以穿在内层，这个东西是完全化纤的。这个压力裤跟这个保暖这不能穿压力裤，因为会血液循环不好这样子。Okay. 你就可能会在身上，你在行军会对那你要穿那个没有就是没有压力的这种。好啊，帽子有很多种帽子啊，有毛帽啊，有这个防水帽啊，有这个毛帽，然后有这个羊毛的纯羊毛，有薄，这线上同学听得到吗？大家如果听不到，再留个言说一下。假设听不到的话，那个颈围啊，我那个颈围，这个啊，你讲这个。现场同仁，我 demo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一定要这个帽子，这个非常好，因为它旁边还有扣子这样子，对。然后这个帽子就是 Gore-Tex 的材质，所以是防风防水。然后再跟大家讲，这个是颈围，因为你穿衣服，你最后上面还会露一截，所以你一定要用这个颈围。这颈围就是防风防水这样，防风防泼水，你一定要用，没有这个颈围就差很多这样子。其实这个颈围跟那个恐怖分子很像，我 demo 给大家看，就是。对，就是这颈围就这样了、啊，大家看到吗？颈围就这样。那颈围其实很多用，然后你也可以，就是你也可以拉起来，然后你也可以说天气没有那么冷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把上面绑起来。反正颈围很多用，大家推荐大家去买这个颈围，这个唯一品牌这样子。上面可以用吗？这蛮潮的。对，蛮潮的，蛮潮的。所以我跟大家介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用。不去登山，你可以买。欸然后跟大家介绍这个雨裤，这雨裤很重要。雨裤，好了，这个山上啊，穿雨裤，这雨裤特点是在哪边？跟你的机车雨裤差在哪边？就是说，它的雨裤是可以全开的，可以开到最，所以你就不用脱鞋，你就不用说，哎、欸，我这样一路弄上来，你只要踩进去，然后把旁边拿起来就可以了。这雨裤。雨裤很贵啊，这雨裤要4000块。因为这雨裤是防绝对防水，而且它是透气，这个雨裤很贵，雨裤很贵。好住啊住啊，这个大家又耗掉多少钱啊？住啊住有分两种啊，一种就是住山屋，然后一种是这个露营，就是野地露营。然后山屋要收费要申请，然后山屋有很多种，然后露营。然后有人大家说有没有这个？好就这样露营。然后装备有什么？有帐篷，有睡袋，有睡垫，有露宿袋。大家会问，有洗澡吗？没有，没有洗澡，没有洗澡。你洗澡的好朋友就是湿纸巾，就是擦一擦，然后就赶快睡觉，不要想洗澡这件事情。所以你说什么？那个去新康六天就六天不洗澡，就这么回事。OK， 好。然后这三物有几种啊？你可以左边看到那个是那个。简陋型的、豪华型的、基本型的，左边这个就是豪华型，它有公餐，它有给你睡袋，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就去住，非常好。然后还有这种就是有太阳能板上面的，然后最下面就是最简陋型的。哎、欸，这要弄好，这要抱起来，那上面有那个 instruction， 看一下 instruction 啊。好，最简陋，它算密封吧？什么？那个、要密封，那个要密，哎、欸、这边那个要密封，那个要密封。那个要拿起来那个可以受热，没有关系，这样。然后这最大家跟他讲最简单的就是说你就是
就是只有遮风避雨的功能而已。这样，那帐篷，然后这个是跟你讲几个山屋的照片啊，就是这玉山排玉山庄，它甚至有提供你拖鞋，所以你在那些窗外面，它就拖鞋，豪华到这种程度。然后旁边会有生态厕所，生态厕所是长得像右上角那样子，然后你就站在上面，它旁边有一个把手，把手干嘛呢？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看生态厕所，它就是最主要就是说固态跟液态它要分离。然后固态部分呢，你转那个把手，它会把那个一些那个木屑，然后一些发酵成分的东西放在那边，所以它就可以自然就是先发酵掉一些，就不用扛下山。然后右下角那个是山屋，山屋就长这样这样，跟那个成功岭很像，就这样子双层的。好，我们这边有个影片，有个影片，这个等一下我们先。便便要自己带下山？没有没有，不用不用，便便不用便便不用带下山。然后这边有个影片，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山屋是什么感觉。那个线上同仁要是觉得 noise， 我。等一下，我再切一下。等一下，我的滑鼠在哪里？大家有看到我的滑鼠吗 ？OK， 好，我切一下，切这个模式就是不会。好，那赶快加尽量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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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直播啊！谁又没信号？怎么直播啦？这只能是 delay life 啊， delay 个两天这种。OK 的。你要加热吗？泰国就可以直接加热哦。哦，泰国直接加热哦，只要一下，只要一下。我就直接拿用拿来煎牛排就整个焦掉了。对，他就是。你是说牛排焦掉是不是？那个好，线上同仁，我们又回来了，我们又回来了。这个，我们就直接跳过去，我们就直接看下一张，我们直接看下一张。好，帐篷大概就长这样，这个是雪室啊，雪室就是。然后这个是三人，上右上角是四人，然后右边是三人的这样子。然后价钱很便宜，这台可是很重很重。然后这个我跟你讲，帐篷选择，要放影片了，要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帐篷的空间的感觉是怎么样，看一下帐篷。我们再切回来，就一直切很麻烦啊，就怕那个麦克风收，就怕那个麦克风收到我们现场那个声音。好，我看一下帐篷有几个重点啊，大家记得帐篷是防遮风避雨，然后帐篷本身没有任何保暖功能，保暖是来自于你的睡袋这样子。然后帐篷啊，就是跟所有登山装备一样，就是越轻的就越贵，就是大家就是。重量，然后我刚刚说了，就是要睡得好的话，三人帐就只能睡两个，四人帐就睡三个，然后一人帐的话就一个。然后睡垫的话，这个东西这边有睡垫，这个只要看 R 值 ，R 值呢其实也是一个 R 值是什么 ？R 值也是一个导热量化标准这样子。然后，我有两种睡垫，有种是充气式的，充气式的体积就小很多。可是你每次到营地的时候，你就要一直吹一直吹，然后别人就是直接就弹开来就好，然后别人就去玩。这样子就差很多，差很多。等一下可以请那个，你是不是快睡着了？你要追一下。好，露宿袋就是说来不及了，你到不了营地了。但是那地方没得，
没得扎帐篷的地方，你就是弄一个袋子把自己弄到一起，就是防水。这防水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你有些湿了就干不了这样子。然后保暖增温袋，这个就是在说这样子。好，就是说跟你讲，接下来这个影片就是说，这个影片是什么？这个影片就是你突然下雪了，所以你我们到不了营地，我们要往后撤，所以我们就要扎营在雪地。好，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暴风雪的感觉啦。就突然啊，我们离这个时候离那个山顶就是差一公里，然后就突然下那个雪，然后下雪也有一个什么，因为雪一到，然后雪就会融化，就会，所以一下雪就要等于是下雨一样，你那个雨裤就要穿上来这样子。好，然后是帐篷啊，帐篷这个是推荐这个牌子，然后他跟你讲说他这个 footprint size 怎么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三个人要头脚这样睡这样子才可以。然后睡袋，我跟你讲，睡袋最重要。这个睡袋是我琢磨最多的地方，因为你所有晚上睡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睡袋这样子。那大家千万要记得，睡袋是有三个温度，它睡袋有不同的量化标准，但它有三个温度。一个温度是 comfort temperature， 然后一个是 lower temperature， lower limit comfort limit 跟 extreme limit。它怎么测呢？它就是把一个拿一个安妮呀，你知道吗？安妮它就。拿一个安妮放在垫子上，安妮会有一个核心温度，然后它底下风在吹，然后看安妮这个湿热的状况，这个热量逸散状况怎么样，决定说这个袋子的。我跟你讲，好 ，comfort mini 是什么？comfort limit 是什么？就是说，这边是度，应该是它度 F 啦，应该是度 F。对，这个反正就是 comfort limit 就是女生睡这个睡袋，它不会死掉 ；lower limit 就是男生睡这个睡袋就不会死掉。然后 extreme limit 就是说你只能睡6小时，6小时之后你就要死掉，你就会失温而死。所以我这边有个睡袋给大家看，这边有个睡袋给大家看，这上面就会跟你讲说它的 comfort limit 是哪边，这个是零度，然后这是-6度，然后这个是-23度，你可以-23度。然后睡袋其实是这样嘛，睡袋它是长这样，然后它有一个收，它平常你上下的时候你要把它打包好，可是你平常是放在这个收纳袋里面，就不要压缩到羽绒。因为压缩到羽绒就会有那个保暖效果就不好，这样子。好，给大家看一下睡袋有个量化指标叫做 feel power， 不同 feel power 的保暖度是差这么多。你看一下不同的差就差那么多。你看它这个它550跟800，它几乎就是差2到3倍。然后这个就是羽绒的那个羽绒没有啊，这个是网络上找的这样子。好 ，feel power， 好，那就是跟你讲，就是这个是那个，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蒙贝尔这个睡袋这个系列，它有 EXV 各系列01、2、3、4、5，他们能够承受耐热的等级这样子。哎，嗨嗨嗨嗨嗨，好，那我买的睡袋是哪一个？我买的睡袋，知道。好，我买这个睡袋是 number two 就是到。正常男性可以撑到-6度，然后台湾的那个冬季很少不会超过-10度，这个是我去中央气象局去捞那个 database average 不会超过-10度，所以 number two 就很够了。但是我同学有买那个 exp 这样子，然后好我看一下，大概这样。然后这个睡垫也很重要，因为你这睡是直接睡在地上，所以假如你没有睡垫的话，你那热量就直接消耗很快。大家就觉得在平地睡在地上应该还好。可是在山上那个热量就消耗很快，你一定要有睡垫。然后还有，好，大概就这样。好，走路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你要事先规划，然后天气怎么样，然后一定要带地图。那这边有个地图，这边有个地图，可以看一下。我等一下线下再，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说这地图要怎么看好这样。好，这地图是这样子，那个雪山登山口在这边。然后我们走，一路从这边走到旭山，然后上面会有时间，就是跟那个时间一样。然后它旁边会给列高低落差，然后说啊，然后它这个地图上它会写这个各个地点，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地方叫做那个有一个我们刚有一个山屋叫做哪个山屋啊？叫做翠池山屋，所以翠池山屋上他们就会写说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盖了一个山屋。然后有一个宽阔的营地，最重要是有没有水。他会跟你讲说，水源可以从翠池里面拿，然后丰沛不虞。那可是有些营地呢，他就跟你讲说，
水源不甚稳定，最好在登山口背一点水，就是全部都在地图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上标示很多东西，你一定要带地图。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走路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下，就是遇暴风雪啊，你有高山症啊，骨折啊，中毒啊，这有可能发生。好，高山症跟湿湿一样，就分三种这样子。简单来说，除了那个 AMS 就是急性的高山症之外，你可以吃药，来缓解的话，其他两个高山症遇到这情况就基本上就是你只有下降，不然就没救，这样就叫真机啊，叫真机。然后就分三种：急性高山症、高山肺水肿、高山脑水肿。这个就不跟大家讲了，反正就是登山会高山症。那你最好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前一天去住，先适应高度，一天的来回的落差，爬升不要超过1500这样子。好啊，迷路，他在跟大家讲迷路很危险，迷路会死掉这样子。所以他就查几个简单的迷路，就是你迷路怎么办？就停下来深呼吸，然后观察周围，然后评估方案，执行最佳方案。好，迷路很多，好，这边有一个很好笑的方法，叫做拥抱一棵大树，因为有拥抱一棵大树让你感到安全感，这样子就会镇定下来，很幽默。然后这有一个迷路有一个原则，就是333啊，这样子，就是33就是人什么时候会死掉，就你失温3小时你就会死掉，你没水3天你会死掉，然后你没食物3周，就这个是这个原则。所以迷路的话，你评估一下，就是在这个时限之内，你只要不发生这些事情，就你只要不失温，你只要有水，那你可以撑3周，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一定要那个迷路的时候一定要镇定。然后这边有个案子啊，这边有个案例，就是说他是一个那个中山大学医学系的学生，他自己去爬一个很难爬的山，叫白姑大山，然后他后来就迷路了，这样子。他在迷路前还打给他女朋友，跟他说：“我现在迷路了，这样子啊，然后我应该快找到了这样子，他就是迷路翻山难，后来50天之后就找到这个人，他就在下切到河谷，因为他小时候是生活在加拿大，那你也知道那个加拿大那个地形，其实河谷都是很平滑的，跟我们这个台湾那个山区是陡峭的，就是你觉得跟着水走可以走到低处，没错，可是问题是台湾都是很多都是瀑布，你跟着水那边落差200你就走不下去，在加拿大就没这个问题这样子，所以他就没有。他就犯了很多错误啊，就缺乏登山经验，然后他没有事先规划，然后说他自己是他一个人就去登山了这样子，然后他第一个他晚上出发，他摸黑爬山，然后他迷路，他没有退回原点，他还没有待在原地，然后他就自己乱走，然后后来下切到河谷这样，然后他再就是他没有那个 GPS， 他还没有卫星电话，这边有一个卫星电话，卫星电话，这个有一个卫星电话，就这个就是要除。这是真的卫星电话。这有信卡。这有信卡，然后这有号码。你可以，就是我现在跟你平常的手机不一样。一样，你就直接打，你就把信卡插进去。对，就可以打了。就可以。没有要储值，可是它可以收话这样，所以等一下放这边，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收到几个卫星，然后那边要储，就真的是打到卫星。对，就真的是打到卫星这样，就很贵，这很贵。可以不用缴月租费啊，还是用你现在手机。一分钟。储值啊，最低储60美金，1分钟1美金，就你大家玩一下这样子，好，这很猛很猛，好了，那大概是这样，好，再就是说行动啊，跟你讲，就大家就有背包，有登山鞋，有登山袜，登山杖，头灯，然后冰爪，有这么些东西这样子，好，那就是背包多少钱？这个是比较好的牌子，其实背包也没有很贵，就12000，然后这在你在国外网站可以买更便宜10000，小的。背包套要1000这样子，然后背包有分几种啊？跟大家看一下，这种是70公升的背包，就是适合超过就是5000的70公升。然后它有一个好处是说，它这个顶带它可以把它解掉，它解下来之后，这个东西它又可以变它啊，这是背包套，是套在背包上面。它这东西解下来之后，就是。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好像是我的腰带。它这好处是说它这个解下来之后呢，它又可以变成是一个小背包这样，就是好处是这样。因为你比如说山在那边，然后可能就来回只要1公里，那山不在路上，所以你就背一个轻装小背包上去，就是这个好处。然后它背包有那个负重系统，就是每个背包负重系统不一样，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负重系统。这个是70公升的。背包上，然后这个是
蒙贝尔，这是我上一个，然后它这个是45公升的，然后再加上顶带10公升，所以它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大家都是靠腰跟肩膀，所以这个腰这边就没有这个70公升的来的这么的结实，这样子可以比较一下。然后鞋子的话就是一定要防水，尽量防水。然后登山袜的话，就是你用羊毛的，羊毛包得很好。你真的要买鞋子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买这个德国这个牌子叫 Lowa， 全新这个 全德制手工打造这样子。然后它有 Gore-Tex 层，所以你雨天就直接当雨鞋穿，就很实用。然后就是再就是说，在山上你要走路啊，你要找路，所以你山上就会有这种路标，什么它要标几 K 几 K， 地图上有个标。然后可是有时候会下雪啊，下雪的话，你这个路标原本大概是到这边，可是它下雪它就没不见了，所以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刚刚说那个 GPS， 现在山友都有那个用带 GPS， 其实手机就够了，然后他就会把那个他在上面走那个点都会列出来这样子。那他在有些雪地的情况下，你看右下角那个树干，那树干上面标一个那个路标叫做雪迹路标，就是他预期雪可能会把路标盖到路基，就是路盖到那么高，所以他在树很高的地方他绑一个，以防你积雪的时候你看不到路这样子。然后 ，OK， 这边就是说你在雪季的时候路线可能会不见，然后他这个推荐你，因为正常的路线是低，就是假如是夏季没雪的话就是走低，那可是低的话你有时候可能会就是像我们刚刚的情况，就是低的路基完全我们去走的时候低的路基是完全不见的，我们走一半发现说啊低不行了，然后我们才再切到 C 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的这样，所以雪季的路线其实跟平日的路线不一样。然后这个是走的我们走的感觉啊，这样子就差不多斜度，可能是他从这边拍啦，这可能是右边可能是15度，可是左边这边是60度，就是这是60度。好，那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就是走在雪这个平常走的感觉啊。很喘很喘，体力很不好。让我录个音。有啊有啊有啊，因为我们是看到有脚印啊，结果走一走就没脚印。小智从悠悠的走过来。很重啊，20公斤，很重很重。这个时候雪还没那么深，所以还不用上冰爪。好。好，那这是在这个在刚刚在森林走，再给大家看他在草地走是什么感觉，就是这样。其实草地的风景很好啦，啊，这很喘。速度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呢，抓这个速度大概。这里是去自家羊的路上，从那这边可以看到。现在不太清楚，现在雪山被挡住，被山岚挡住了，然后雪山处隐约出现了，很难想象从这边到雪山大概只要3.78K 啊，从自家羊到登山口，环山部落登山口是 8K， 现在时间是下午5:14，那庭伟说这一段草原呢，是你单攻自家羊的时候绝对不会经过的，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欣赏自家羊的美。我们今天从早上7点出发，现在已经走到下午5点，好累哦。一切还是可以一口气讲完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雪柱3.7K， 只要3.7K 就可以到哦。高低落差多少？1700吧？什么？500多？这边才500。3300。好好，
然后但你可能会走来走去，那你有可能会朔溪，给大家看一下朔溪，因为有时候进在，也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这个鞋子防水很重要。滑，没有啊，就 iPhone 啊，大家买 iPhone 记得买 iPhone。然后有些装备啊，这个雪季会用到特别装备，冰斧，冰斧是一端特别尖，它要插在雪地，然后要带这个岩盔啊，岩盔就是说你只要滑倒然后滑下山的话，你戴着头盔你不会撞到石头，然后冰爪是你那个爪子，你可以直接装在鞋子上，它是用那个口那个绑带的，长这样，分三种，其实它那个就是假如是正常的种的话，就是那个低缓，就是像那个机车那个。的那个那种这样子，好，大家给看一下那个冰斧怎么用的。刚刚那个冰斧有一段是尖的，冰斧应该教学为什么要用冰斧？为什么不能登板登山杖？就是都这样子啊，一个直播，嗯，这样啊，插在山壁，对啊，对。然后它有一条带子，它那带子会绑在手上，就赶快以防说你登上来，你就都会绑条带子在你手上，以防就掉。要不要去试试看？对，陡坡在走陡坡的时候是尖的往前，尖的往后，尖的往后。很专业的雪镜，哎、欸，好像比较顺诶。对，尖的往后好像比较顺诶。尖的往后。在自动的时候好像比较顺。哎、欸，那滑落的时候是这样。冰斧啊，对，最重要的功能是说，假如大家滑的话，滑落的话，它这个东西会帮你自动就是抑制你的滑动。欸、就这样握着了。是这样吗？如果这样子，那就往右转，就往右转了。哦，直接拿起来这样子用，对。这样，这样，小这样。然后往右转。哦，这是顺的吗？对，顺的。接着往后。猜猜看，不用高，因为一下就停住了。如果你只要感受。好，然后再给他看一下在雪地走是怎么，因为雪地它有软有硬嘛，所以有时候比较硬的话。你可能要那个先踩一下，才会有那个路。阿平在开路，这条路应该 OK 吧？踩一小段了，不要开了，我们用走的。这条路应该可以吧？这边到山头，山头对，反正这边到山头只要一公里。对。然后后来我们走一走，就发现说我们走错了，因为这是低又很难。对，那边就山。接下来我看一下，好，就是滑落的话，你就要拿着冰斧，然后把翻身，把那冰斧用全身的力量，就是插在这个雪里面，这样子，那你就会停止，就像古墓奇兵那样，是不是？对。好，现在听我要来教学，自动教学哦。我也不会，从你比我也快，真的。我们唯一有雪训证照，想倒。真的啦，我觉得因为那个真的压进去，其实那个刹力道很。滑落啊！那赶快翻身，然后把尖的那一端插在雪里面，一下就停。这个要时常练习，这要反复练习这样子。好，那不预热，十一住行预热，快讲完了，快讲完了。卤肉饭可以吃，卤肉饭可以吃。然后那个预热就几项啊，就是你因为在山上很无聊，你就思考人生，然后你可以听音乐，你可以唱歌什么，然后外拍风景、聊天，你可以打电话，卫星电话可以打，然后呢。在山顶很多通讯点都可以打，然后呢玩雪，然后跟喝酒，总就是这个就是玩。好，那就是在山上的娱乐，你就是背一瓶酒上去喝，然后在上面自拍，然后在上面打电话这样子。哎，如果方便帮大家装一下，那个碗可以用这样子。什么？因为你闷太久了。哦。对。闷太久，好。那大家看一下，在山上外拍是什么感觉 ？Model 跟 Photographer 就是我们，然后换了学姐上去，学姐外拍。拍到雪山顶，各种镜头焦距 ，model 快受不了了。对，在山顶在走200公尺，要到那个山岔。
概是这样。所以刚刚跟大家介绍十一分娱乐，然后把所有装备秀出来，大家现在知道装备到底是哪些装备，然后干什么用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活动到底是多少钱？对，看一下，我们就花爬了五天，我们什么车钱啊、干燥饭、瓦斯，然后我已经让他包车，所以一个人平均下来是3410。可是我们庆功宴一个人就吃了1429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然后可能为了登山，比如说这个是个人的，比如说这是我自己去，就是有很我很多为了这次登山我换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人花很多钱。然后还有那个水壶跟背包套，就是背包套被割破，然后水壶掉下山这样子。好，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其实这个 Alpine Hiking Taiwan 就是台湾高山健行，其实很有趣啦。然后也很好的户外运动，可是你需要做很多准备，然后你要需要具备很多知识跟技巧，才可以降低可能的风险这样子。好，就快要结束了，就说这个这边有一个下面那个网址，就说假如我是新手，我想要去哪边，你可以去参考说。那 Let's Go 的话，这个最近比较忙，但可能就是约个暑假可以去爬个雪山2天1夜，很轻松很轻松的路线这样子。好，还有什么？然后有些 reference 啊 ，reference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那个辉哥天空啊，健行笔记啊，山行者豪哥。然后店家的话，推荐大家去新竹乡野情。然后脸书有几个可以 follow， 有一个是三条鱼，他是一个登山界的这个向导，他是一个正妹，就可以 follow 一下。还有些台湾志啊 ，MIT 台湾志是一个那个节目这样子。然后呢，雪阳啊，然后台湾百岳之美，这个是一个脸书。粉丝团大家都会 po 很漂亮照片在上面。然后关于这个书啊，就是比如说大家这个不想去爬山，那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看动画，有一个动画叫做《登山少女》这样子。登山少女今年要出第三季，那现在就是蛮好看，大家去看。他讲了很多登山知识，然后还有两本书是我查到的，就是说什么登山圣经啊，还有国家地理杂志终极装备指南。好，这张就是登山少女，就有四个少女。然后手牵手去登山，然后我今天的这个 lecture 到这边，大家辛苦了。我们可以玩那个，我们可以玩 Switch 的这样子，可以吃卤肉饭了。啊 ，Q&A，Q&A， 时间交给那个主席啊，没有，主席有什么问题？啊，我有什么问题？好，我先来。你要先 comment， 然后问。好好，感谢那个李光宇带来精彩的演说，讲了非常多细节以及他的心得哈。好，那现在是 Q&A 时间，那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好的，对，那我先代表来提一个问题哈，那个光宇，那个如果万一出事了，我打电话是要打几号？打119那些吗？还是你说万一出事，就是你迷路了之后，你有电话，但我不知道打哪一支，你就打1019都可以。1019好，跟一般的一样。那没信号的话，就是要卫星电话。卫星电话的话，你可能不能打110，卫星电话不能打110。是，你要打，你可能就打到一个认识的，打给你的留守啊，然后请他报案。对，好，了解。好，来。好，那各位，康门啊，你们康门啊，康门一下，康门一下，康门是指康门还是？就是你觉得你有什么心得啊，或者？哦，心得好，那心得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今天的这个投影片非常的用心哦，那就是我们以后就是可以参考这份投影片来当做我们第一次上山就上手的一个 SOP 来做一些。背景资料的会诊，那相信这几年内可能的东西大概都会是可以参考的这样子。这个要求很严格。好的，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我看为什么？你要看怎么问我？问个问题啊？还有讲一个康门啊？就是康门，对。不用很私人，就是我问一个不成熟的小问题这样子，就是、那种。其实我刚有很多问题，但是都是无没关系嘛，你问一个。外站的朋友可以留言来问问题，这样子。好，你说你在山上有思考人生，你思考你的是哪个部分？思考是你为什么还单身吗？有想要认真的？有啊，你就想到就这种啊，什么现在就单身，还是说什么我这样上班到底有意义？不知道上到什么。类似这种啊，然后你现在怎么来着？
就还在新竹。这也是啊，这也是、啊。然后我在身上就想说，我要办一个活动，我在想这件事情也可以吧，是不是 ？OK， 好 ，OK， 好，做好做好，好好，康了一下，康了一下，做得好，做得好，好、哦、做得好，做得好，好，做做 OK， 好好好好好好，林佳颖。那你要带多少包的？哦，这个我们的王美她很关心，在山上。电源的供应问题，行动电源的供应问题啦。好了，这个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是太阳能充电，它你就带一个很小太阳能板折叠式的，然后就可以给你手机充电。那真的假的？有那个那个、有这个东西，然后行动电源的话，其实不用担心，就是因为在山上的话，大部分是没讯号，所以你就是开飞行模式。那飞行模式你带个。可以去个那个五天没有问题，就带一颗小米的那种一万的。你说手机吗？没有一直拍的，就是说到点之后才看这样，因为路基很明显。所以就不能用迷雾森林。迷雾森林哦，有人要用迷雾森林的话，那他就要带那个太阳能式的那个这样，对。那带电有可能没有太阳。对，有可能没太阳。那那有没有那种是走动式的，就会充电的？没有，就啊，有一种是用热生电的，就是它瓦斯那个热气，它可以 产生电，那是另外一种。对，所以那个是没有阳光情况下可以生电的另外一个方式啊，这样子。然后山屋是没有电源，山屋只有灯而已，这样。对，好，康门。下次不是我这样子，我会讲短一点。好，下次不好意思。好，那个张俊。那背包带是做什么用的？套在背包外面。哦，对，背包套，因为背包本身不防水，然后它套了背包套之后才防水。然后另外一点是说，因为我们在背包旁边，我们会挂，就是会挂很多东西，你可能会挂一些东西，那你背包套你把它套起来，这些东西全部都会，就是都不会。就不会掉出来这样，对，就靠一个背包套，这个才背包套才是真正的防水。那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这边有，就是另外一点是，你在背包上面有很多线，那有时候这个很多绳子在外面，不然被勾到其实蛮危险的。那你背包套就是一个平整的，对，反正背包就是 Osprey 牌的，对 Osprey。破洞有关系？你说哪个？背包套破洞啊？破洞的话就是下雨的时候会漏水。你说再买一个。就再买一个，但是可以贴什么？可以贴胶带，那胶带也很贵。哈哈哈哈哈！反正我们包套不是说一千多，一千多。那胶带要？胶带好像一条就一个胶带好像也要五六百，我再查一下胶带多少錢。你有考虑过垃圾袋吗？有国产的，国产的那个一个就是两三百这样。对，因为国产的防水效果不太好。我觉得国产不吵啦，而且它这个很轻，它这个背包套非常轻，而且它可以就是设计的是说它可以收折起来，它可以全部都折到这个小袋子里面的。国产是没有办法。哦，这个是放鸡蛋的，这个是各位是这个是放鸡蛋的，因为它里面是有这个缓冲，可以让你带蛋上去。这个车子啊，我们是没有带蛋上去，这个是我自己去露营的时候用的，这样平地露营的时候用。对，然后有什么康门？哦，我还没问完。我还没问完。啊，登山前需要准，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的体力到底是需要到达什么程度，然后之后才能去登山？哦，怎么知道什么程度才可以去登山？没有行前训。我们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是好问题，我现在答不上来，就是说到底要训练到什么程度这样子？我就再查一查再跟你说。好问题，好问题。好，还有什么问题？应该没有。好啊，有什么 comment？ 好，感觉好累啊。感觉很累，对，感觉很累。但是，可以去玩玩看啊，就是累也是一种好玩啊，这样子，累也是一种好玩。对，好，那个江之庭。我来疑问一下，这个雪地的走会不会这个路基常常都不见？那对，要怎么办？路基不见啊。最主要就是说，像雪山这种热门路线，那有时候路基不见，你就可能是这些人可能就没走。那大部分的话，那个因为常走路线，那个雪地会一直被踩下去，那个雪地会压死，
所以那个其实是很路基其实是很明的。如果没有前面的人走的话，你 就没有前面的人走的话，你就要把那个就要把就是 GPS 拿出来，然后看一下。然后我刚刚前面有讲，有一页投影片是那个，你们有带 GPS？就是手机其实就可以，手机那个精准度就很高，这样子。有一页有一个东西叫做我刚刚秀那个地图的，对 ，iPhone 7的 GPS 就可以。这东西叫做，太多了，好卡，好这个。有一个东西叫做 GPX， 那个是 GPS 的轨迹的档案，有些人上去他。GPS 记录完之后，它下来会存一个档案，然后你那个档案就会秀出它走过的路径，那你就去载那个东西到你的手机里面，就可以以那个当做 reference， 说我现在到底有没有偏移路。而且大部分手机的那个我刚没有特别推荐。那你们也会记录仪容？会，我们会记录，简单记录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啊。这东西就是有个 APP 叫做 Hiking Book， 基本上 Hiking Book 就是那上面会有路，那上面会显示路跟你的位置，你可以看那个，你可以看那个 Hiking Book， 然后再就是说你可以看山友他会提供他自己走去，就很耗电，就要大部分热门路线那个路基都很明显啊，对，所以不是那种，而是那种探勘的话，有些是探勘路线的话，那就会有人会把那个路条在那边，他会迷路的人。就没带这个 GPS 就有可能。对，我刚刚那个案例是说，那天他们去就下了大雪，他一下那个五岩峰其实是一个三岔路，可是白雪茫茫，他根本就不知道哪边是哪边，他完全没有方向性，他可能也没带手机，所以他后来就迷路，然后就失温了这样。哦，就是如果有带 GPS 就可以避免这个状况。对，你带卫星电话也可以，卫星电话上面你可以查到坐标这样，所以你可以知道相对方向，但 GPS。GPX 啦，汇入 G 这个档案叫做 GPX。这个爬这几天过程中，让你觉得最辛苦的一个时间是什么？最辛苦的时间通常都是那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啊，可是天很黑，然后人家就跟你说：“哎，山路快到，山路快到。”然后就看 GPS， 就我觉得我可能到不了。他在骗人，你知道吗？山路快到，山路快到。对，那就对，因为你越走，其实会就越走会越累，对，而且。天黑的话，你那个步伐看不清楚，你会耗很多无意的体力在那个踩的部分。然后再就是说，爬山很看天气，你天气一下雨，然后路面变得湿滑，然后也不好走，雪太松也不好走这样子。我刚刚没有说那个在雪地走的速度大概是平常的速度的大概两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所以你平常那边要走一个小时，你在雪地就是要走三个小时，就那边踩进去踩进去。对啊，你往上爬你就会往下滑。往上爬就往下，那个很松的情况会，可是就算没有的话，你也要把那个踩点踩进去，所以你就很费力这样子。这个看你刚刚说这个要爬60度的雪山的坡，对，这个没有靠工具这样打上，没有雪山杖基本上上不去。那个你就拿一个冰斧在旁边支撑，支撑就应该就可以。然后另外一点是，刚刚那个路看起来是60度，可是它其实有很明显的路基在那边，就是一个你就是踩别人踩的，但是就是。有时候就会像，有时候会松一下，就是那块松一下，就很喘，松一下。哎，你爬这个听得到雪崩吗？雪，听得到声音吗？我们的，哎，就是雪很少，也雪。我们的好像没有像那个欧美那种，就是雪崩这样子。哦。就是它就是一个圈谷这样子，所以你看得很明显，没有更不是。哦，了解。不是一大片。对，不是一大片那种这样，就不会说什么我在这边，然后那雪。没有，至少雪山没有啊，其他山我不知道。雪山是跟南湖大山是两个最容易积雪，因为它在宜兰嘛，然后东北季风水气又够，是最容易积雪，其他地方很不容易看到，要能够积那么多的雪的。对，好。傅新平问有没有遇过野生动物？他没comment。comment 啊，对，等一下，我觉得这次报告准备非常的详细又丰富，这样，那再带给大家非常多的细节。那么他如何选装备啊？那这装备的价钱啊？那这个价钱的好坏，到底是有没有对于这个装备的影响？相信大家回去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挑选的 guideline 这样吧。那这个内容上也是蛮丰富的。那相信大家对高三的这个增加许多尝试这样。
好好，很好，谢谢。啊，复兴评论有没有看过什么野生动物这样子？好，其实有那个高山上有鸟，然后最常出现的是水鹿这样子。可是水鹿，因为我晚上都睡得很熟，我都没有起来上厕所，因为水鹿它会需要摄取你尿液中的盐分，它就你尿过地方，对，就会去那地方。然后水鹿其实很大一只。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动物的排遗啦，就是你知道羊的大便，就是那个，我刚刚说那个水鹿的大便啊或什么。然后另外一点是说，你爬那个玉山国家公园，确实是有可能会遇到黑熊这样子，你可能会看到黑熊大便或者这种。他应该不仅仅应该是问这种，你遇到熊。这种野生动物了、啊，哦，再跟大家说一下，遇到熊啊，遇到熊怎么办？遇到熊呢，就是那个玉山国家公园就跟你说，死命的跑，死命的跑，只有这个方法。你不要，就是你真的被熊盯上，它开始追你，你就死命的跑，这样，不然就是跑得比你同伴快。不要，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哦，那个啥子，对对对啊，还有一点关于遇到熊啊，我这边有个铃铛，这铃铛叫做熊铃，这样子。就是在我们听到觉得有点灵异的声音，但是熊听到听说是很刺耳，它就是听到声音它就不会接近你这样。嗯，对对对，熊铃，这个很可爱，就是那个牛铃，对，有点牛铃的感觉这样子。牛铃，我那个是那个啊，对，复兴品有什么 comment？ 有 delay， 有 delay， 这个我觉得这个不错，那个多少多少，1500，这个真的蛮需要，对那个山。那个是啊，这个手套，再跟他介绍一下。这手套它非常好，它第一个它是 Gore-Tex， 然后它怎么样？它因为你看这个手套其实很大，然后很大手套就很，你要脱的时候就很不好脱嘛。可是它有一个很聪明的设计，就是它这个手套里面它有一个小手套这样子，所以你就是把这小手套就是穿上去之后，然后再穿到这大手套里面。但是你要脱的时候，你只会脱到小手套，你不会让大手套的指头全部翻过来。复兴平说觉得很棒，但有点久。哎、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欸，不好意思，哎、欸，谢谢，不好意思，我下次会尽量这样子，100页都里面不容易这样，所以你就只要这样拖就可以。可是假如你没有的话，你直接就是单手进去，你拖的话，你很容易把这个指头全部反过，就很麻烦这样子。好，吃我吧，你快吃我吧。好，哎、欸，好，哎、欸，复兴平看，哎、欸，吃个复兴。那个我们活动到这差不多，我们交给那个雀有点应该。好的，那感谢今天李光宇非常细心的一个讲解，那应该为大家对爬山啊兴趣啊以及一些基础知识有很多的了解哈。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大概就到这边结束啦。那如果有任何问题，还是可以在那个 Q&A 啊，在留言处可以留言。那有什么想 comment 的、想问的，都可以留这样子。然、欸、后、啊、对下一次活动的建议也可以留这样子。好的，那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大家就我们就收工，然后我们要吃卤肉饭的这样子，好，对对，好，我们要吃卤肉饭跟打 Switch 啊，所以那个欢迎大家参加线下活动，就线onsite的活动，欢迎线上同仁下次都可以onsite这样。对对，下次觉得哎这次不错，还不错，那下次请到现场来这样子。王姨有没有问题啊？对，那个王姨有没有问题，或是想还是有谁，还是那个线上还有人吗？那还有应该还都还对，应该还在。线上的人只剩下不仅品了，我看不到啊。我要。有没有问题？啊，蔡光宏，蔡光宏是刚来是不是？他刚刚就传了一个。我妹，哎、欸，王姨，我要问你啊，王姨，哎、欸，叫王姨问你，你真的是。他还没想到问题。不管要问，你可以
你可以问那个不成熟的小问题，这样子。对，问一个不成熟的小问题。叫你家里打给他。对对对。好好，复兴平先掰。蔡坤宏有没有问题？蔡坤宏根本就没听到。拜拜。蔡坤宏是没听到。蔡坤宏，蔡坤宏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王姨赶快问个问题，我现在才听到。我们就等你那个，我们就等你啦，这样子。其实我没有很了解，动物攻击帐篷。动物攻击帐篷。哦。啊，另外有不会攻击是不会攻击帐篷，是攻击帐篷里面的食物啦，有黄鼠啊，我再补充一下，它会有黄鼠狼，黄鼠狼会它会来，就是你在山屋或在帐篷的时候，它可能会钻进来，它就想要偷吃你的食物这样子。对，好。蔡坤宏就不必了，我们下一次。王一有什么comment啊？有没有什么comment啊？卫星电话大概要20000块钱。哇！对，你到第一页帮拍个照。哦，你到第一页哦，好。那个三公里的照片。好。我们先由我来。啊，这个不好。好，我先帅一下，你就在那，对。我站这里，这样好了。好。一二，怎么样？好，一二。再一张好了，人太丑。哈哈哈哈哈！对啊，好啊，大家过去，我帮大家照一张好了。有参加的人可以照一张。对，我晃到，好，好。哎，不行。你呀，你条帅，你这样不行。好，一二三。哦哟，好。比较瘦，站中间。你帮我修就比较瘦了嘛，怎么怎么拍？不要再想怎么拍了。你再讲一次，我帮你调个瘦的角度。瘦的是这样，瘦因为你身体要直，你身体要直，然后有个伞，就是要直，要真的要直，然后挺这样子，把那个曲线拉出来的。啊，再考一次，再考一次，我刚才碰到那个，再考一次。有了。好，这个你要侧面吗？我不要侧面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你确定这样？好的，专业的，我已经穿线条，线条已经很瘦了，线条就有显瘦的那个。站直好不好？不要单靠。对，然后左往左边，往左，不是，往你的左边，你左边。哦，往我左边 ，OK。对，这样，然后 OK， 手机放下，好，手机放下，好，站直，整个就溜起来了。啊，溜起来是什么意思？六，然后来，整个就手捏给看。好，哎，大家过去，参加的人可以照一张。您看看。好，哎，不错，线条真的很瘦。对啊，大家要穿线条衣。好，下次。而且是要穿直的，不要穿线瘦的。不要说，哎，来，站过去，参加的来倒计。你自己要进来啊。哎，我不要嘛。哎，我就忘记在自拍了。你们先去。都拍，来。我拿黄金翠鲁，哈哈哈哈哈！真的，我还没赚钱完，哈哈哈哈哈！哦，可以，那个人就是，还要拿自拍，还要拿自拍棒，对啊，你们先照，我真的，先照。你可以睡在睡垫上吗？哦，好啊。好，那这样。对啊，就把睡垫那个摊开。这个不错，我刚试了一下。那摊起来不错。我之前去就是没有睡垫，就真的很破。好，先照，来，一二。啊，那你要睡睡垫吗？如果睡了可以拍不到我的话。不行。怎样铺地的那种？他比较凶啊。王一有问问题吗？好了，那没有动物会攻击鱼友。好，王一没有康满了。好。还有谁吗？有一轩有在吗？
对，你帮你拿就好了。你拿，你主角哎、欸，主角哎、欸，你可是 lecturer 哎、欸，所以最长就这样子了，是不是？对，还可以再长啊。那这样更长哇、哦！天哪，这个梦。还有谁？还有一个，还要一个，还有一个，你知道多长？好，这样还少那个转，把你要把他们拍进来，进好吗？这样子跟我们有没有进行活动好像没什么关系。那你电脑白色？没关系，不要，又扯开。好，这样来。把电脑露出来啊！那个张俊明蹲下去。有吗？你要再蹲，好，对不对？好，有蓝蓝的。好，好，等一下，我要放下那个封面啊，我们那个史赛马的那个封面，然后大家跟封面照一下，不要跟我照，等我一下。这边，我看见你很认真哦，很累哦，好，一个月一次，下，欢迎大家。不困难哦，想吃牛肉饭的心。想睡觉。好，哎、欸，是，好，哎、欸，张勇，张勇吗？哎、欸，张勇，好，都有，哎、欸，那进来，张勇。好，我今天在帮他照相。为什么？我今天在这边呢、啊。哎、欸，这一张先不要撤，这个不用那么广角。哎、欸，这没上上上。满地的杂物。这张。好。老师万科万。老师，我等一下收东西。好，那个今天感谢大家参与，这样子，直播就到这边，哎、欸，不错，好，认真，感谢大家，